王岳伦李湘夫妇春节期间带着女儿 Angela 赴美国度假，一家人享受幸福生活。其中王岳伦牵着女儿的手背影温馨，王岳伦还为女儿吃饭， Angela 来了个光盘行动，将面前的食物全部吃光。郑维斯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这次妈妈还要带你去一个新的地方。去哪儿啊？去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你对着镜头跟大家拜个年吗？好，祝爷爷奶奶祝家家安心，新年快乐，马到成功啊！太棒了！那在这个新年晚会上，你最想见到谁呀？亲密分离天天石头。好啊，新年快乐，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，我是大鹏。